暖。被动。我爱的人爱我就好了。爱情、事业、家庭，会怎样排序？家庭、事业、爱情吧。什么类型或特质的人会让我心动？神秘有反差感的人。如果你来参加心动的信号，有兴趣撩到喜欢的男生吗？可以吧？一句话形容你的恋爱观。跟着感觉走。我知道大家等了很久，心动信号二终于来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，然后跟我们一起追剧。